中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的《百年大党面对面》一书，自五月二十三日开始在中共的《人民日报》上进行了连载。五月二十七日当天，连载至第五部分“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外界发现其中出现了很特殊的政治信号，从而引发外界关注和热议。具体来说，文章中出现了江泽民的两句诗。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公开资料显示，这是江泽民于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九日所写。当时江泽民在安徽登黄山后，于十九日写了这首《登黄山偶感》，全诗共四句，这是最后两句。之所以说是这是一个特殊政治信号，原因有三：其一，《人民日报》发表江泽民这两句诗的时间是黄历的四月二十七。 竟然和二十一年前江泽民写作此诗时,时间完全一致，这无法用巧合来解释。尤其是在习近平与江泽民派系内斗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其背后是否有江系在秘密运作，令人关注。由于《人民日报》的读者多数为中共的党员干部，很多官员把《人民日报》作为高层政治动向的风向标，因此江泽民这两句诗。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发出，无疑会为江增派系在和习近平权力斗争过程中起到打气鼓劲的作用。同时，现在各种政治传闻不断，这两句诗会让这些传闻变得似乎更加可信，将大大动摇官员们对习近平的支持。其二，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一张署名为江泽民的神秘字条出现在了江增派系控制的多维新闻网站上。 字条内容是：今天是中秋节，首先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大家节日快乐。要继往开来，勇攀高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落款时间为九月二十一日。这张字条引发外界极大关注，其中这句莫名其妙的“勇攀高峰”政治暗示意味浓厚。众多分析认为，这如同向习近平发动总攻号令，勇攀权力的高峰。 今年四月，多维新闻突然被关闭，外界一致认为这是遭到了习近平的反击。现在，《人民日报》发出的这两句诗，让人自然而然想到去年这句“勇攀高峰”。今年以来，各种针对习近平的政治传闻、小道消息满天飞，多篇炮轰习近平文章密集出炉，这绝非偶然现象，代表着江曾派系正倾尽全力，准备在二十大上扳倒习近平。 其三，江泽民当时发表这首《登黄山偶感》之后，曾经引发外界热议。人们认为这首诗暗藏杀机。当时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首诗的问题就在于最后这句“日破云涛万里红”。此处的太阳是江泽民自比，而他心中欲破的云涛，无疑就是胡锦涛。 在破掉胡锦涛之后，所谓的“万里红”或指江泽民想效仿毛泽东、邓小平，或终身大权独揽，或垂帘听政。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里的“红”是暗指曾庆红，而此时的江泽民尚未卸任总书记，看来已经在为将来暗中打算。从事后看，江泽民派系没有满足于仅仅在诗词中发出一些暗示，而是很可能真正的采取了行动。 二零零六年五月初，胡锦涛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在黄海视察北海舰队。此时，胡锦涛军委主席的位置已从江泽民手中夺回两年。那天，胡正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中共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巡视北海舰队，突然，两艘中共军舰同时向胡乘坐的驱逐舰开火，打死了舰上五名海军士兵，胡本人未受伤。 驱逐舰在惊慌失措下立即转头，急速逃离北海舰队的演习海域，直到进入安全海域才放慢了速度。为避免再遭暗杀，胡焕成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未做任何停留，直飞云南，没赶回北京。胡锦涛在云南待了一个星期后才回北京露面。事后调查发现。 攻击胡锦涛的命令是时任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下达的，而张定发是江泽民在军中的铁杆亲信。事发后几个月，张定发突然死在北京的医院里。胡锦涛这次险遭暗杀事件首先被香港媒体捅开。张定发死后没有吊唁，没有悼词，官方媒体也没有发布其死讯，只有海军的小报《人民海军报》刊出个三十三字简讯。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原司令张定发同志因病于十二月十四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上海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在上海开幕，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胡锦涛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出席二零零七年世界夏季特奥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港媒披露，这次又发生了对胡的暗杀未遂。 保卫部门在胡锦涛入住的上海西郊宾馆地下车库内，发现，在食品专用车的司机坐垫下藏有二点五公斤装有定时器的烈性炸药。港媒称，上海滩是江的老巢，从刺杀动机来看，系江泽民死党所为。此后还有多国海上阅兵时候对胡锦涛的刺杀等等事件。 上面这些暗杀事件，让江泽民这句“日破云涛万里红”更显出隐隐的杀机。对于江泽民这样不断发出一些政治暗示，习近平方面也曾经有明确的反击。其中为人所熟知的是所谓的“东山再起”事件。二零一五年一月三日，大陆多家媒体援引海南东山岭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称。 江泽民一家三代人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南东山顶。江登上山后对罗保铭说：“回北京要为东山岭宣传。”临走时，江还大声说自己到此不虚此行。报道中没有写明具体时间是哪一天。仅仅一个小时之后，这条消息被和讯网、凤凰网、腾讯网等迅速删除。 随后，新浪头条新闻、财经网也删除该消息。到晚间二十三时，相关新闻被大陆全网删除。时政评论员夏小强在当时对大剧院分析，在今年开始，江泽民到海南选择登上东山顶，寓意要东山再起，并且说要回北京宣传，是直接挑战习近平。 而消息被迅速查删，说明中共高层习近平阵营与主管宣传的中共江派常委刘云山争夺打斗激烈，刘云山已经失去大部分舆论控制权。中共二十大不断临近，各派系也压上了所有的赌注，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以此事为例，谁能想到在人民日报上吹捧习近平的文章中，竟然会暗藏杀机？ 谁能想到，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诗背后竟然有这么多故事？五月三十日，在北京隔离了两天的后任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中南海子光河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颁授国务院令，正式任命为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在此严肃官事场合和直播镜头中，却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一幕，或凸显了李家超内心的慌张。 李克强在颁国务院令时，未有与李家超握手，仅有合照环节。之后，李克强脱下口罩坐下向李家超讲话，期间李家超身体前倾，不住点头。当李克强画毕，示意轮到李家超发言时，李家超表现紧张，脱下口罩时，口罩的挂耳圈竟然卡在他的眼镜框上，一度无法脱下。 此时，李克强拿起杯子喝水，直播镜头也急忙转到李家超对面的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人身上，气氛尴尬。后排还有官员身子轻前张望，似乎想看清这一幕。直至李家超成功脱下口罩后，镜头才回到李家超身上。从李家超近乎全票当选到赴京接受中央任命，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和意外看点。 反而是这位武官特首在李克强面前慌了手脚的一幕比较吸引港人注目。李克强在紫光阁的讲话中，除了重复贯彻“一国两制”、落实“爱国者治港”、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官腔论调，还向李家超提出了具体任务，包括要团结香港各界人士，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要解决民生难点痛点，还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三大中心的地位，发展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当前正值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拼连任的敏感阶段，习近平与李克强闹矛盾的传闻突然升温。李克强上午向李家超颁授国务院令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李家超。 习近平对李家超的讲话中佐证了李在一人选举中被席拣选的原因。你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对维护国家安全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习近平强调李家超的维稳角色，但是实施国安法、打压港人、落实爱国者选举等政治任务，正是香港政府备受西方批评、迅速失去国际竞争力和触发外资出逃的主因。 李家超被夹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两种互相矛盾的硬任务之间，岂不心慌，岂不颤惊？其实，无论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是和还是不和，他们所及的事物不同，已注定他们的路线存在本质的矛盾。俗话常讽刺：管理者又要马好，又让马而不吃草。如今清零让百姓都快要吃草了，还谈何经济增长？习李无法调和的所谓路线之争。 势必延伸香港，当权者自我制造的困局，让中港越来越深陷其中，难以脱困。口罩代表疫情，由此看来，李家超想脱却脱不掉口罩的狼狈一幕，对于中港当前困局颇具象征意义。不知李家超或清点竞逐这个全世界第二高薪的官位时，可有想起一句古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